走了，吃饭去。天天，天天吃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坐前面，你俩坐后边。我咋那么自觉呢？好了。哎呀，踏实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兰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大概要开一个半小时吧，我这。在北京的南城，北京太大了。一个半小时都到石家庄了。老张，走了，到了，吃好吃的去喽！看我闺女，这大个儿，这是我们家老大，我们家大宝贝。大宝今天给我化的妆，给我抹的倍儿白哟，哼，给我抹了个大白。哎，我们来早了，还没啥人呢，刚十点半。哎，我们来吃包子了，来吃包子。哎，他们不排队呀，都。对对，拿盘子。我们全家在外边吃饭喽。小本钟，你。我不喝酒，我喝这个。给你姐。啊，行。嗯，老张。好的，呵呵，这个好吃，这一看就好吃，这不好吃是吧？没错，这我最爱。这是西四包子铺的包子，真香，嗯，小时候的味道。你吃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今天七号，昨天六号，你们看到视频的是八号早上起来。昨天呢，就是不是请那个家里人吃饭吗？包间儿吃完了，晚上呢，我们六个人也懒得做饭了，就在外面西四包子铺吃的包子。然后今天我就睡了一天，给我困的。然后完了晚上，我给老张轰走了，轰到平房去了，平房太冷。他拿着衣服收拾收拾走了，我们俩在一块儿也不知道怎么，最近老干仗，就嫌他孩子一结婚没事了，我们俩开始闹腾。原来没事，那他挺听话，他一年四季他恨不得都洗那个凉水，我在平房待着冻得我不行。我说我等哪天暖和了我再回去，这两天又下雨又阴天的，我在楼房住。哎呦，困啊困啊，就是困。哎呦，从石家庄回来就困，天天困。哎，困得不行不行，叮了当啷的睡觉了，也没怎么拍视频，大家见谅啊。明天孩子们就都上班了，各过各的日子了。我跟老大说了，我说晚上你陪我吃饭，吃饭你再回家。他说行。嗯，睡觉了，困死了。明天我们俩商量好了，我给他做冬瓜丸子汤，然后再蒸点窝头。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